那你觉得女生追男生比较容易？会吧，会比较稀少吗？那你有追过男生吗？没有追，但是有当过舔狗，超级容易，两个礼拜直接拿下。觉得你还蛮帅的，可不可以认识一下？本台直击日前网路爆红的学测妹，让我们把时间立刻交给特派记者吴志胜。好的，记者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位于在龙山寺，而影片中的少女也确实躺在这里，一起来访问她到底考得如何？会不会觉得其实拜拜没有用？哎，手上是当时你抽的签吗？有没有考虑转战网红？但你是不是身上有点臭臭的？你们觉得女生追男生容易吗？我觉得蛮容易的。那你觉得女生追男生有比较容易？会吧，一定会啊。为什么？就感觉会比较稀少吗？女生要去追男生的时候，那男生可能会觉得说，哦，今天终于遇到一个是来追我的了，罕见那种。女追男一定比较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女生就是有几分姿色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男生就是吃颜值。假如说如果男生真的是长得没有那么帅，像 Real 哥这么帅的话，那直接 get out。而为了吸引女生注意，他决定拿出他的拿手绝活，就是我可以用脚踢到这个上面的树叶。那个动作是华丽的吗？就是蛮帅的，我觉得蛮帅的。那你试看看好不好？预备 ，Go！ 哇！同学，应该踢蛮高的吧？有，踢蛮高的，但这招，那直接 get out。踢归踢拐，而反方的看法是：你们觉得女生追男生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因为之前好像有尝试追过一个男生，他就是铜墙铁壁。怎么个铜墙铁壁法？你怎么追啊？因为我冬天比较容易手脚冰冷，我就说哦，我的手好冰哦，这样子。这是什么招？我跟你讲，他就会说哈，真的哦，那我摸摸看。他就这样。那那个男生怎么铜墙铁壁的？后来跟他告白就说，好，先不要。骄兵必败。你觉得女追男有比较容易吗？看人啊。就是偏内向的，所以你觉得你要追男生的话相对困难？对。那你从小到大有追过男生的经验吗？有。哦呦，哇！在几岁的时候？高二的时候。高二的时候，那是高三的学长。但是我非常隐晦，写情书的时候也没有直接写出来我喜欢你，就是用一些比喻，比如说月亮怎么样之类的。月亮代表我的心吗？之类的，我已经忘记了。那写完情书之后，学长回复你吗？哦，没有，他就毕业了。哦，所以他完全没有回复你。对，我有去看他的 IG， 然后发现他交女朋友，然后我就直接取消追踪。我喜欢你，用一些比喻。零分。此时我们遇到一位受学妹所苦的学长。你有被女生追过的经验吗？有，她是我学妹，直属的之间的关系。她会跟我出去，然后每次出去就会拿钱给我。拿钱给你？对，然后他会包养嘞，就是说叫我陪他出去逛街。那时候我很喜欢迪奥的东西，他就会一直拎迪奥的包给我。然后我就每次吃饭，我都吃完饭，然后带他去专柜，可以把它退掉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我不敢拿，第二我觉得我也不好意思。但你也不好意思直接不跟他当朋友。对，他会牵我的手，然后开始我会不愿意，后来就算了，随便你吧。因为有迪奥，对不对？也不是。没有好感的女生追你是有机会的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那你能觉得有机会吗？我觉得不行。不行。就很像女生不会喜欢肥仔一样。哦。对不起。我有拒绝过别人。你有拒绝过别人？真的。怎么个做法啊？没有，就是有在暧昧。嗯。然后就突然冷淡期，然后就不回他信。他就说，所以我们要继续下去吗？当下我看到，然后就去洗澡，想说洗完澡回来回他。当下洗澡一直在想那洗完澡之后你有答案了吗？就是觉得可以在一起，我才刚洗完澡回来，他就说好吧，谢谢，他就把我封锁了。当下我看到了，我就去洗澡，想说洗完澡回来回他。我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追过男生的经验吗？算有吧。你也追过前男友？他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喜欢我，但是又很喜欢我喜欢他。哇，这个是个什么复杂的情境啊？对，虽然后来是有在一起，可是我自己觉得整段在一起的过程不是那么完全开心。他有时候会讲话很难听。他讲过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，就是他说：“你的爱比一包25根卖75块的宝马还廉价，跟狗屎一样。”他怎么会对你讲这种话？是在一起之后吗？他想要跟我分手，然后分开之后我认识了别的男生，然后他知道我认识了别的男生之后，他就生气了，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男生就很贱，男生就喜欢不喜欢他们的人。这不是神经病吗？这不是神经病吗？而比他更惨的是，那你有追过男生吗？没有追，但是有当过舔狗。当过什么？舔狗。舔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人家不喜欢你，但是你就是一直为他付出。哇，为什么你会愿意这样啊？
那时候刚分手，然后还是很喜欢对方，嗯，然后就他那时候还是会，他很贱，他就是明明就不喜欢我了，但是他就不想把我让给别人，嗯，然后就约我出来，然后每次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，哎，我刚好最近有做饼干，你想吃吗？说好，就马上开始做饼干。那时候做饼干的动机是什么？你是觉得有办法征服他的胃，然后让他回来是不是？没有，舔狗是不求回报的。再来是你追男的小撇步。那要追男生，你觉得还有什么技巧？小账吧，我把他叫小账，应该是吧，把他变成重要的人，他会觉得有尊荣感。通常先加对方到自己小账之后，我们就会变成他小账里面的人。然后就是现在是用小账来判断有没有好感吗？然后就这样子，这社会怎么变那么隐晦？就 level up 了。那小账要在 level up 要有什么？小账自由，小账自由，简称智障。你们有对男生释放过好感的讯息？就我觉得那个靠头不错啊。搭公车的时候，嗯，然后好想睡觉，然后就这样。其实没有睡着，就是装睡，然后不小心靠在他肩膀上。可能坐在电影院，嗯，然后就会互相这样子一下。公车也可以靠。你也在公车靠过？对，买东西也可以靠。靠腰。那你是怎么觉得让女生觉得，哎，他在追我這樣？就不经意的接触，这样子，不经意的那种，就可能走路明明很空，旁边很空的，还是要这样贴在一起。就如果他告诉我说那对象是谁，然后走在我们前面，我就把他绊倒，然后把他推在那男生身上。不是啊，跌倒完之后要怎么办？先肢体接触啊，如果有要赔什么医药费之后再说。女生会比较多人一起行动，一起行动。哦，哎，假设他有对那个男生有好感，嗯，姐妹们要怎么帮他？哎，就推他过去，然后就对，然后就是事情为什么一直没推别人？有梯的危险。不推荐。而面对这些公式，男生们的反应会是：刚有些状况是这样，就是你对那女生好看，然后她看电影的时候把头靠过去，这样，你们是会哇，觉得中了吗？还是说我太快，直接晕啊？这样子，直接中。女生怎么样追你是有用啊？可能去看个球赛什么，就是坐旁边那种，然后就听那个结束这样，心里会有点哎呦，什么现在什么意思？哦，那如果是你想追他，然后 kiss cam 拍到你们，你会主动这样说，来来来，这样会示意一下，但不会那么明显。要怎么示意？假设是他，假设好，就是 kiss cam， kiss cam 出来， kiss cam 出来。哎，有拍到我们，等一下。所以你在暗示什么？最后是你追男的成功案例。想问一下，你们有觉得女生追男生比较容易？超级容易，以我经验来说，两个礼拜直接拿下。好，那首先第一步，哦，你要开始了是不是，啊，对啊，还不难吗？一个线上课程的概念，在认识他的时候，你就要直接告诉他，哇，我觉得你好聪明，反正就是把他夸得昏天暗地，就这样子，然后男生就会疯狂心动。欸，可以夸哪些部分？你跟我分享一下。如果脸不行的话，就夸身高；身高不行的话，就夸学历；学历不行的话，就夸他幽默。如果什么都不行的话，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这个人。再来了，就是你要开始装柔弱，因为男生都喜欢那种小鸟依人，比如说像他这样子就很刚好，他就有男朋友，这样就可以告诉他说，哦，其实我一开始找你搭话是因为我一眼就看上你了，这样，因为男生都觉得一见钟情特别打动他们的心，然后最后让他跟你说我喜欢你。哇，那要怎么样最后一步让他说出我喜欢你？最后一步的时候吊他，跟他说，哦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下距离，然后他就会心痒难耐。我的人生历练里面大概有五个男生都是你追的，对，那我们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络。对，没事，你拿下之后，然后就放手。就是我觉得爱还是要有距离感，我后来我觉得有点太快了。用了五分钟，说 no， 都听我的贡献。好，那么以上就今天的效仿。哇，哎，艾莉，哎 ，Leo， 哎，没有想问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啊？你们觉得女生追男生有比较容易吗？哇，女追男隔层山啊！不要，这个很老，这个真的很老。女追男是隔层山吗？女追男是隔层沙。我觉得女追男比较难。我也觉得没有隔层。对啊，怎么讲？你们为什么觉得比较难？因为以这个生理方面来讲，雄性本来就是在狩猎的环境上面，它是属于掠食者，做大汗淋漓的这一些冲刺奔跑，然后去诱导的这些猎物，最后吃到那个猎物那一口肉才是鲜美的。如果它是自动送到嘴边的，反而不一定觉得好吃。问一下 Ellie，印象中啊，你人生中你有没有追过男生过？我好像没有追过，但是我唯一有一次比较接近，是我有问过，像有点像确认关系的那种，他会一直找我出去，然后会就是挂水。不是我要挂，是他说他不想挂，好像就问他说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怎样？他说哦，就
就是可是我之后可能要出国怎样的，我会把你丢在这里要怎么办之类的。哦，哇，博士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哦？就还不够喜欢吗？啊，那男生之后后来有出国吗？有出国吗？有出国一阵子而已，大概一个月吧。月，那你敢去街上搭讪路人？搭讪你喜欢的帅哥？不敢啊。佐藤健。佐藤健不是我的菜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女同事要去路上搭讪，你会觉得她很勇敢？很勇敢啊，我觉得。于是我们决定真的派出一位勇敢的女同事，执行今天的特别企划。女追男之街头搭讪大作战，久违了各位观众，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社会实验，我们要实际派我们的女同事去路上搭讪男生，看一下到底成功率是多少。我们来换一下 YY，YY， 来来来，因为 YY 呢，目前呢还比较少在我们镜头这边曝光，对对对，比较不会让他起疑啦。YY， 说真的，我们今天要直接派你去路上搭讪别人，你会紧张吗？还是会，可是你接受到我们这个邀约的时候，你是一口答应的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好玩在哪里？就是做一些上班没做过的事。剪片单，你剪到很疲乏。我们的片有这么累，是不是？今天去搭讪别人，他都觉得蛮新鲜的。对。你今天的服装，这是你今天精心挑选的，是？我今天有特地穿裙子。啊，转一圈，转一圈。裙子的中的几率比较高。我被搭讪的时候都是穿裙子，穿裤子的时候好像还好。嗯，腿是一个关键。哎、欸，那我想问个问题。到底要怎样才不会让人家觉得那个推销感太重？是觉得你是一个真正想认识人家的一个感觉。我觉得讲话不能太流利，就是要有点对不起，那个我有点想跟你就交换一下联络方式，因为我觉得你蛮好看的。哦，要不要换你去好了？换你个假吧。坐在会议，来来，我们写一下黑板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台词就是不好意思。刚看到你，想认识一下，想认识一下，觉得你蛮蛮好看的。你等一下、啊，如果真的成功，我们会过去救你。我会冲刺哦。如果那个男生真的已经快要跟你上计程车了，我们会赶快就是。啊！你干什么东西？那些人票大作战，在经过漫长的努力后，终于要开始这次的搭讪计划。好，拜拜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好。OK， 我们都比你强，很紧张啊。对，不要紧张。我已经看到目标了。好，马上开始。好 ，Let's go， 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究竟这次的搭讪作战 ，YY 能成功搭讪到男生吗？我现在走来走去哦。好。你出发吧，你出发。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OK， 拜拜。不好意思，就是刚刚听你觉得你还蛮帅的，然后想说可不可以认识一下，换个 LINE 或者 IG 之类的，可以吗？很漂亮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成功了吗？哦，好，成功了。哦 ，IG 好。好，那你可以跟他说我们在拍个节目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在拍一个网络节目啊，我们要调查那个女生跟男生要 LINE 的话是不是比较好要，然后在那边，我们请他们下来。不是，马斯你要下来吧？等下会飞奔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对，我只想问一下，你一开始有吓到吗？我以为他要跟我借打火机，对，抽个烟而已，看起来就像老烟枪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所以你一开始就是面对那种路上女生的搭讪，你会有戒心？会啊，我会以为是要卖保险之类的。啊，为什么他没有让你觉得他是要卖保险？卖保险。所以你刚刚也没有想说不要交换联络方式，拒绝他之类的？没有、欸。而且他 LINE 跟 IG 都给了。都获得了是不是？好，谢谢你。来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转移阵地，我们来到信义区。好，喂喂，你等一下搭讪。你现在这个阶段呢，就是问说要不要看电影。哦，因为看电影很自然。嗯，对对对 ，OK OK。看什么？看《捍卫战士》是。好。捍卫战士什么？捍卫任务啊。捍卫战士已经下档了。不要讲错，不要讲错。时空旅人。你低头滑手机好了，喂喂。低头走来走去才可以。就单纯走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这个。
斜背包那个男生，戴口罩。斜背包，从后面走走看。现在吗？这样。对对对。可以 ，Go Go！ 哎，等一下，我带你什么？看电影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就是我本来等一下要去看六点半有一个探卫任务，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看，但我朋友临时不能来，所以我想问你晚上有没有空可以跟我一起去看？就是看别的。啊，等一下看别的片是不是？好，不好意思，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什么？哇，马里奥马的。好，了解了解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感谢感谢。有一个文青男，你说衬衫男吗？白色文青男，对对，够白色白色衬衫文青男。好，因为你比他走远，对对对，你等他走走离我们远一点点的时候，等一下再看。哦哦，他走的巨快，不行，他往里面走。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哇，对不起，歪歪，我跟你怪人一样。多失败。那个裤子对，好，就他。哦，就他好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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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够够，安全的距离。好好好，哎，还是讲电话哎。多失败。在经过一番尝试之后，我们决定直接进到最终阶段。我觉得可以先试一个走月吃饭。好，那走月吃饭。哇，好。就说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对。然后我们就好，我们来找个餐厅的时候。要不要？对，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？这个有需要他温，他如果洗手。我觉得你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就从。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蛮喜欢你的穿搭的，然后想说可不可以认识一下，就加个 IG 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好，没关系没关系。还是你等一下有时间吗？因为我等一下在保养上班。哦，在保养上班，那你下班的时候吃个饭可以吗？下班吗？对啊，下班吃个宵夜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很常吃宵夜。你是在这边吗？哦，对，我想我等一下去看个电影，然后自己来逛街。好，如果有可以的话，那。你看电影机来给我们，如果要吃个，好啊，你是自己一个人吗？对对对，我自己一个人。那个同学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录一个网络节目，镜头在这边，在做一个社会实验。像女生来搭讪，你会吓到吗？我刚刚一开始有点吓到，而且其实我刚刚有点瞄到，就是他跟在我后面，有点吓到。如果是好看的，不会排斥的。嗯，对。所以你刚刚是愿意跟他吃宵夜的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蛮喜欢认识人的，所以我觉得哦，突然认识一个好像也不错。他成功的关键有除了长相之外的吗？讲话吧，很诚恳，就是蛮亲切的吧，是没有让我觉得尴尬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让你觉得尴尬的话，你会拒绝的？哦，我会拒绝，我想说这人好奇怪。你今年几岁啊？我19。19岁哦，大二哇，是弟弟啊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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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拜拜拜拜。感谢哥。哇哇，其实大家到时候看播出可能只有两组。就是都成功了嘛，不管是要赖还是吃饭，嗯，但其实中间呢，其实他们都是答应歪歪的邀约，对，但是后来他们不愿意让我们播出，对，就说啊有在拍有啊，那不要那不要那不要，对对对，所以其实会被女朋友杀掉，保险人，对啊，就单身线，好吧，那你觉得啦，就是刚刚像这样看到一个男生，然后要冲过去的时候，嗯，你会觉得害怕吗？不会不会，我怕他跑掉。怕他跑掉而已。对对，我只怕他跑掉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成功率，其实我觉得已经比男生搭讪女生还要高很多，吃饭都可以耶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街头实测了，也感谢 YY 今天帮我们完成了这个很大的任务。我觉得这是光看你在那边路上绕来绕去，我都觉得超怪，超像怪人了。最后提醒大家，现在 D 卡不限大学生宿舍人，只要手机号码就可以注册哦。D 卡调查局追男好容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Bye.